臣曹操拜见天子。爱卿平身。臣奉旨进军徐州，擒杀贼将吕布，收复徐州，六郡十九城，俸10万，斩首20000，令获战马兵器无数。爱卿立子叔勋，朕极为高兴。臣所做的一切。 上承天威，下为黎民，忠心汉室，臣不敢鞠躬。爱卿义举攻陷了寿春，大败逆贼袁术。此次爱卿又人不卸甲，马不卸鞍，为朝廷收取了徐州。爱卿已是名震四海，功垂天下呀！<笑>听旨，朕拜爱卿为朝廷丞相，总领朝政，加赠封地9000顷，民3万户。 陛下，你看这个人，他叫刘备，字玄德。刘爱卿，请上殿来。臣刘备叩见陛下。 爱卿祖上何方啊？臣乃中山靖王之后，孝景皇帝之玄孙，祖刘雄之孙，父刘弘之子。哦，你是朕的皇亲呐！快拿皇族世谱来，朕要验看。孝景皇帝生子十嗣，第七子便是中山靖王刘晟，刘晟生陆成侯刘真，刘真生沛侯刘昂，刘昂生张侯刘禄，刘禄生怡侯刘烈，刘烈生阳侯刘婴，刘婴生风陵侯刘不疑，刘不疑生济川侯刘慧，刘慧生东郡令刘雄，刘雄生刘弘，刘弘不是生刘备，禀陛下。 这刘备乃是孝景皇帝的第18代玄孙也。哎呀呀，一族谱，你是朕的皇叔啊！陛下天恩浩荡，刘备感激涕零。